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是我甘愿舍己献给主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全能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是中树节，也是受难周的第一天。主啊，你为我们舍了你的生命，在十字架上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，我们属于你。求你用你的爱催逼我们，让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，反而是为了救赎我们的主而活，让我们有重新的新生命在我们的当中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愿意将自己交托给主，让主使用，信靠主，让主的灵引导我们，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在我们每样的事上，求主你扶持我们，赏赐我们力量给我们，在我们危险当中，求主你保护我们，在试炼的当中，求主你让我们能得胜，在苦难的当中，求主你能够让我们有勇气跟有耐心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珍惜我们圣洁的生活，珍惜我们平安喜乐的灵，让我们晓得用圣灵的生活来服侍你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摆上我们自己。虽然我们在世间认识你，但是主，求你让我们能够持守这样子的信念，直到进入你的国度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经节是在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30节。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30节。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，就掰开递给门徒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说，你们都喝这个，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，使罪得赦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。你们唱了，他们唱的诗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今天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：主，你身体啊、哦，对不起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